这个周末我感到很绝望，我不知道怎样阻止他们玩游戏，怎样给他们戒网瘾。下一个，睡觉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脚不洗了吗？听你的。脸不洗了。行，你睡吧。给你们看一下老弟是怎么洗脸洗脚的。别这样，和老弟来硬的是没有用的。下一个，这都下午了，饿了吧？刚才老妈说了，只要你们把家务做了，给你们做一份剁椒鱼头吃。滚！好，别相信他。当别人在揪你耳朵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挣脱呢？这时候不要慌，我们只要瞬间一蹲就挣脱了。来，你来试一下。下一个，老妈，酥蛋糕，这是烤全羊吗？啊，这都你玩了？我给你买的蛋糕，大不大？双层保护啊！最后一层，下面肯定是蛋糕。下一个，老爸和老弟的网瘾是戒不掉了。我有个终极办法。老妈，你这戒网瘾的方法叫什么？我这叫走他们的路，让他们无路可走。方法是好，老妈，但你不能上瘾啊。老妈，老妈，还不还？说够了没有？滚！三零三斤塑料，吹了全家的希望，电脑社区的白马，终于送你的学堂。太空的老手，上海民工的强壮，太空色彩的年代，生命色彩的精神，通过保养的老婆，还找到摇摆的床上，一次的飞法通过墙，种种的精良黑茶，千辛万苦的走来，要到面对去闯荡，我还吃了多少钱，兄弟逃出了家乡，今日年轻的解放，你决心不再流浪，赢了结果嘛佛婆，把咱心事都写下，为了一万的黄金钱，才放弃自己上当，靠着精神的两百元，一路扎进了赌场，保住我们的生命，这人的输得精光，赢得人生的排场，想把这一代打压，谁是你今天的谁了？所以感觉到惊慌，像我们这帮平凡人，我们一辈子啊，这是谁还如此的辛苦，把那五块钱也来做阿弥陀佛，真是太难了。喊点歌生日包销名场面二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
三。今夜星光灿烂，今夜我们迎来了小颖女士的生日，我们一起祝她生日快乐。生日歌，祝你呀生日快乐，预备，唱，祝你呀生日快乐。哎，别搞这虚头巴脑的东西，简单点就。那个，保佑今年可以赚100万。嗯，保佑今年可以赚50万。干什么？保本。我希望老板今年能帮我发财。五。钱还给你。不晓得不晓得，你想要跟谁的嘛你？不晓得不晓得，我这样的话有，我先走了。把蛋糕敲了嘛！站住！你还记得你上次过生日的时候老爸怎么对你的吗？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。老爸，老妈说今天你生日，中午给你做烤全羊。烤全羊？烤全羊七，这都得欺骗。你把他面吃了，吃完咱们吃蛋糕。老弟，你等一下，这叫饼干蛋糕，做的像泡面，它就是用蛋糕做的。